阿斯塔信息，关于转变你的思维，传导 Lynn Rundell， 译者 Nick Chen。 我们很高兴前来，今天我们想要来谈谈正在地球上发生的事情，我们想要谈谈你正在经历的，会非常快速地推动你向前。我们还想要来谈谈正在进入太阳系的能量，他们在这个月前来帮助你取得实质上的进展。我们还想谈谈12月21日的太阳耀斑和太阳爆发。我们想要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太阳耀斑或太阳爆发，而是大量的能量会在12月21日左右从太阳而来，随着各行星结合，它们在对其来支持能量的转变和能量的增加。我们想说，你们所有人都需要在不同的方式中好好推自己一把，但这个能量增加会推动很多依旧沉睡的人，它会唤醒他们，会开启需要转变出三维矩阵和范式之人的意识，这会转变你的思维，会转变你的航行方式，这会是一个光的爆发，充满了能量，一个非常高频的光之爆发会到达地球，它会转变你的意识，推动你们每个人以及集体向上，它会扩张你的意识，它会给予你摇晃。你们一些人真的需要踏上扬升的道路了，你们聆听这个管道或其他管道的人已经醒来，你已经是有意识的，你已经在做工作去转变自己，还有其他东西会到来，因为这个正在进入的高频振动的光会为你们每个人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它会转变集体，开启他们的意识，将他们转变到更高维度的频率，真正开启他们，将他们转变出三维的思想。他们生活了很久的三维矩阵和范式，扩张他们的意识，让光进入，因为很多人依旧沉睡，来真正帮助自己上道，不需要害怕12月21日左右的太阳爆发，它是无害的，它只是来帮助转变人类的意识，集体向上的，它会让许多人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它会让一些人扩张意识，开始忆起，也许是过去的生事，或者为什么来到这里，这是非常惊人的。你们很多人会终于意识到，为什么你在这里，地球上，因为你们每个人前来服务。进行通往五维的旅程，你们很多人是光之工作者，很多人是星际种子，很多人是引路人，你会上线去进行服务，伴随着12月的能量，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因为能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还想说，你还会开始知道更多的真相，因为你被领向非常黑暗的道路很久了，这会开始完结，一起也会开始推动一直在地球上发生什么的真相。在一月会有很多的揭示，这个明年那些玩耍黑暗游戏的人不仅会被揭示，还会被意识到他们是什么，他们很多人会被捕获，无法继续黑暗的统治，你处于另一个层面上，我们说事物会开始展开，这样你可以真正开始看到，并相信一直在发生的，所以它会继续展开。12月会是震动上颠簸的，因为有着很多非常强力的能量进入，但它会帮助所有人向上，不需要害怕，不需要认为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不会的，只是会有大量的能量到来，还会有来自太阳系之外的能量，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来帮助你们一起。
他们来帮助你们苏醒并意识到在发生什么，因为很多人依旧在沉睡，其中一个主要的事情，光之集体，银河国度，很多不同的光之议会，他们在担忧集体的苏醒，这需要快速完成，而不是等待一年又一年，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个扬升需要拖几个生世，他们视它为一个较短的进程，他们认为第二和第三个波浪能够快速跟上，这些正在进入的能量，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他们会让你们向上，他们会帮助所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你在地球平面的旅程，他们会给予许多人一些记忆，他们会开始展示你更多你的琐事。12月会有很多美妙的能量进入，但也会有很多的高峰和低谷。你会拥有扬升症状，你会感到离开身体或者头昏眼花。当太阳爆发进入，你可能会感到很累。很困，你可能需要大量的休息，你可能不想吃东西，因为会进入你光之身体的光，会进入，它会处于那里直到被吸收，但它不会太多，你们一些人吸收海量的光。因为你已经完成了大量的清理工作，你已经很好地上道，其他人会吸收一点点光，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对，没有错，没有相同的旅程，因为每个人如何体验这个扬升都是不同的，这个管道还会发布一些扬升症状，但我们想要告诉你会有很多美妙的东西在12月发生，它真的会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意识转变。我们已经体验了几个巨大的，我们看到不是所有人，但很多人已经完成了巨大的清理，你改变了思考的方式，转变了看待外在的方式，很多人更多地处于心中，这会让你真正处于心轮，这会让你进行一个振动提高，频率提高，这必须和你在经历的其他东西携手并进。12月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值得铭记的月份，它会是一个美妙的非凡改变的月份，我们期待着通过这个管道带来许多信息，我们就在这里和你在一起，我们在帮助你，我们看到你们都很好，我们在把并不服务于你的东西从太阳系和地球上拿走，我们依旧在这么做。因为这需要一点时间，这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随着你开始向上，因为负面 ET 不想要这个扬升，他们不想要你拥有你值得拥有的，你总是拥有的，但向你隐藏的自由，有着很多改变在发生，一切都是美好的，美妙的，没什么不好的会在21日到来，不会有停电，不会黑三天，只有美妙的能量来自太阳，奇妙的光向你们所有人前来。阿斯塔，谢谢收听，感恩祝福。